第七十回，妖魔宝放烟沙火，悟空祭道紫金铃。却说那孙行者抖擞神威，持着铁棒踏祥光起在空中，迎面喝道：你是哪里来的邪魔？待往何方猖獗？那怪物厉声高叫道：吾党不是别人，乃麒麟山谢之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，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宫女二名服侍金圣娘娘，你是何人，敢来问我？行者道：吾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因保东土唐僧西天拜佛，路过此国，知你这伙邪魔欺主，特展雄才治国驱邪，正没处寻你，却来此送命。那怪闻言不知好歹，斩长枪就刺行者。行者举铁棒劈面相迎，在半空里这一场好杀。棍是龙宫镇海针，枪乃人间转炼铁，凡兵怎敢比仙兵，擦着些儿神气泄。大圣原来太乙仙，妖精本是邪魔孽，鬼祟焉能近正人，一正之时邪就灭。那个弄风拨土下黄王，这个踏雾腾云遮日月，丢开架手赌输赢，无能谁敢夸豪界。还是齐天大圣能，兵帮一棍枪先折。那妖精被行者一铁棒把根枪打作两截，慌得顾性命，拨转风头竟往西方败走。行者且不赶他，按下云头来至碧妖楼地穴之外，叫道：师父，请同陛下出来，怪物已赶去矣。那唐僧才扶着君王同出穴外，见满天清朗，更无妖邪之气。那皇帝即至酒席前，自己拿壶把盏满斟金杯，奉与行者道：神僧全谢全谢。这行者接杯在手，还未回言，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：西门上火起了。行者闻说，将金杯连酒望空一瞥，当的一声响亮，那个金杯落地。君王着了忙，躬身施礼道：神僧恕罪恕罪，是寡人不是了，理当请上殿拜谢，只因有着方便酒在此，故就奉耳，神僧却把杯子撇了，却不是有见怪之意？行者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不是这话不是这话。少顷间又有官来报：好雨啊，才西门上起火，被一场大雨把火灭了，满街上流水尽都是酒气。行者又笑道：陛下，你见我撇杯，已有见怪之意，非也。那要败走西方，我不曾赶他，他就放起火来，这一杯酒却是我灭了妖火，救了西城里外人家，岂有他意？国王更十分欢喜嘉靖，即请三藏四众同上宝殿，就有推位让国之意。行者笑道：陛下，才那妖精他称是赛太岁部下先锋，来此取宫女的，他如今战败而回，定然报与那厮，那厮定要来与我相争，我恐他一时兴师率众，未免又惊伤百姓，恐吓陛下，欲去迎他一迎，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，取回圣后，但不知向哪方去，这里到他那山洞有多少远近？国王道：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到那里探听声息，往来要行五十余日，
坐落南方约有3000余里。行者闻言叫八戒、沙僧护持在此，老孙去来。国王扯住道神僧且从容一日，待安排些干粮烘炒，与你些盘缠银两，选一匹快马方才可去呀。哈哈哈哈，陛下说的是巴山转岭步行之话，我老孙不瞒你说，似这3000里路，斟酒在中不冷，就打个往回。神僧，你不要怪我说，你这尊貌却像个猿猴一般，怎生有这等法力会走路也？行者道：我身虽是猿猴术，自幼打开生死路，便访名师把道传，山前修炼无朝暮，以天为鼎，地为炉，两般药物团乌兔，采取阴阳水火交，时间顿把玄关悟，权杖天罡搬运功，也凭斗柄牵一步，退炉进火醉衣食，抽签天拱相交固，传促五行造化生，和合四象分时度，二气归于黄道间，三家会在金丹路，悟通法律归四肢，本来金斗如神助，一纵纵过太行山，一打打过凌云渡，何愁峻岭几千重，不怕长江百十数，只因变化没遮拦，一打108000路。那国王见说，又惊又喜，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递与行者道：神僧远劳，尽此一杯饮意。这大圣一心要去降妖，哪里有心吃酒，只叫且放下，等我去了回来再饮。好行者说声去，呼哨一声既然不见，那一国君臣皆惊讶不提。却说行者将身一纵，早见一座高山阻住雾角，几岸云头立在那巅峰之上，仔细观看，好山冲天占地，爱日生云，冲天处尖峰处处，占地处远脉迢迢，爱日的乃岭头松郁郁，生云的乃崖下石林林。松郁郁48节常青，石林林万载千年不收，林中每听夜猿啼，涧内常闻妖蟒过，山禽声夜夜，山兽吼呼呼，山张山鹿成双作对纷纷走，山鸦山雀打阵攒群密密飞，山草山花看不尽，山桃山果应时新，虽然遗险不堪行，却是妖仙隐逸处。这大圣看看不厌，正欲找寻洞口，只见那山凹里轰轰火光飞出，霎时间铺天红焰，红焰之中冒出一股恶烟，比火更毒，好烟呐！但见那火光迸万点金灯，火焰飞千条红红，那烟不是灶筒烟，不是草木烟，烟却有五色，青红白黑黄，熏着南天门外柱，燎着凌霄殿上梁，烧得那窝中走兽连皮烂，林内飞禽与尽光。但看这烟如此恶，怎入深山伏怪王？大圣正自恐惧，又见那山中蹦出一道沙来，好沙呀，真个是遮天蔽日，你看纷纷盖盖遍天涯，邓邓浑浑大地扎，细尘到处迷人目，粗灰满谷滚芝麻，采药仙童迷失伴，打柴樵子没寻家，手中就有明珠线，时间刮得眼生花。这行者只顾看完，不觉沙灰飞入鼻内，痒丝丝的，打了两个喷嚏，
即回头伸手在檐下摸了两个鹅卵石塞住鼻子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窜火的鹞子飞入烟火中间，摸了几摸，却就没了沙灰，烟火也熄了。极限本相下来又看时，只听得叮叮咚咚的一个铜锣声响，却道我走错了路耶，这里不是妖精住处，锣声似铺兵之锣，想是通国的大路有铺兵去下文书，且等老孙去问他一问。正走出，忽见是个小妖儿，担着黄旗，背着文书，敲着锣儿，疾走如飞而来。行者笑道：原来是这厮打锣，他不知送的是什么书信，等我听他一听。郝大圣摇身一变，变作个猛虫儿，轻轻地飞在他书包之上。只听得那妖精敲着锣，絮絮聒聒地自念自诵道：哎，我家大王特也心毒，三年前到朱子国抢夺了金圣皇后，一向无缘，未得沾身，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缸，两个来弄杀了，四个来也弄杀了，前年要了，去年又要，今年又要，今年还要，却撞着个对头来了。那个要宫女的先锋被个什么孙行者打败了，不发宫女。我大王因此发怒，要与他国争持，叫我去下什么战书。这一去，那国王不战则可，战必不利。我大王使烟火飞沙，那国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个得活。那时我等占了他的城池，大王称帝，我等称臣，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，只是只是天理难容也。行者听了暗喜道：妖精也有存心好的，似他后边这两句话说天理难容，却不是个好的，但只说金圣皇后一向无缘，未得沾身，此话却不解其意，等我问他一问。鹰的一声，一翅飞离了妖精，转向前路有十数里地，摇身一变，又变作一个道童，头挽双抓髻，身穿百纳衣，手敲鱼骨简，口唱道情词，转山坡迎着小妖打个起手道：长官哪里去，送的是什么公文？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，住了罗锤，笑嘻嘻的还礼道：啊，我大王差我到朱子国下战书的。行者接口问道：朱子国那话儿可曾与大王配合嘞？小妖道：嗨，自前年射的来，当时就有一个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与金圣宫装新，他自穿了那衣，就浑身上下都生了针刺，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，但晚这些儿手心就痛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自始至今尚未沾身。早间差先锋去要宫女服侍，被一个什么孙行者战败了，大王愤怒，所以叫我去下战书，明日与他交战也。行者道：哎，怎的大王却着恼啊？小妖道：正在那里着恼呢，你去与他唱个道情词儿，解解闷也好。行者拱手抽身就走，那妖依旧敲锣前行。行者就行起凶来，撤出棒，复转身往小妖脑后一下，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，浆迸出，皮开颈折，命轻之。收了棍子，却又自悔道：急了些了，不曾问他叫做什么名字。哎，罢了。
却却取下他的战书藏于袖内，将他黄旗铜锣藏在路旁草里。因扯着脚要往剑下左使，只听当的一声，腰间露出一个镶金的牙台，台上有字写道：心腹小校一名，有来有去，五短身材，疙瘩脸，无须，长穿悬挂，无牌及甲。行者笑道：哈哈，这厮名字叫做有来有去，哈哈，这一棍子打得有去无来也。将牙牌解下戴在腰间，欲要左下尸骸，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，且不敢寻他动斧，即将棍子举起，捉小妖胸前倒了一下，挑在空中径回本国，且当报一个头功。你看他自思自念，呼哨一声到了国界。那八戒在金銮殿前正护持着王师，忽回头看见行者半空中将个妖精挑来，他却怨道：哎，不打紧的买卖，早知老猪去拿了，却不算我一功啊。说未必，行者暗落云头，将妖精捉在阶下。八戒跑上去就助了一耙道：此是老猪之功。行者道：啊，是你甚功？莫赖我啊，我有证件，你不看一耙猪了九个眼子呢？你看看可有头没头？八戒笑道：啊，那原来没有头的，哎，我倒如何住他也不动动啊。哎，师傅在哪里？在店里与王叙话呢。你且去请他出来。八戒急上殿点点头，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着行者。行者将一封战书揣在三藏袖里道：师父收下，切莫与国王看见。说不了，那国王也下殿迎着行者道：哦，神僧孙长老来了，拿妖之事如何呀？行者用手指道：那阶下不是妖精，被老孙打杀了也。国王见了道：是便是个妖尸，却不是赛太岁。赛太岁寡人亲见他两次，身长丈八，波阔五庭，面似金光，声如霹雳，哪里是这般鼻矮？行者笑道：哈哈，陛下认得啊，果然不是，这是一个报事的小妖，撞见老孙却先打死，挑回来报功。国王大喜：好好好，该算头功。寡人这里常差人去打探，更不曾得个敌实，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个回来，真神通也。叫看暖酒来，与长老贺功。行者道：哎，吃酒还是小事，我问陛下，金圣公别时可曾留下个什么表记，你与我歇儿。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，却似刀剑剜心，忍不住失声泪下，说道：哎，当年佳节庆朱明，太岁凶妖发寒声，抢夺玉妻为压债，寡人献出为苍生，更无绘画并梨画，哪有长亭共短亭，表记香囊全没影，至今撇我苦伶仃啊。行者道：陛下在耳，何以为恼？那娘娘既无表记，她在宫内可有什么心爱之物与我一见也罢。国王道：你要怎地？那妖王实有神通，我见他放烟放火放沙，果是难收，纵收了又恐娘娘见我面生，不肯跟我回国，
须是得他平日心爱之物一件，他方信我，我好带他回来，为此故要带去。国王道：朝阳宫里梳妆阁上有一双黄金宝串，原是金圣公手上戴的，只因那日端午要赴五色彩线，故此退下，不曾戴上，此乃他心爱之物，如今现收在简装盒里。寡人见他遭此离别，更不忍见，一见即如见他玉容病又重几分也。行者道：且休提这话，且将金串取来，如舍得都与我拿去，如不舍只拿一只去也。国王遂命御圣公取出，取出即递与国王。国王见了，叫了几声枝藤灼热的娘娘啊，遂递与行者，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，好大圣，不吃得公酒，且驾筋斗云，呼哨一声又至麒麟山上。无心晚景径寻洞府而去。正行时，只听得人语喧嚷，即伫立凝睛观看。原来那谢之洞口把门的大小头目约莫有500名，在那里森森罗列，密密挨排。森森罗列执干戈，映日光明；密密挨排展旌旗，迎风飘闪。虎将雄狮能变化，豹头彪帅弄精神，苍狼多猛烈，赖象更枭雄，狡兔乖张抡剑戟，长蛇大蟒跨刀弓，猩猩能解人言语，引阵安营识训风。行者见了不敢前进，抽身径转旧路。你道他抽身怎么？不是怕他，他就至那打死小妖之处，寻出黄旗铜锣，迎风捏诀，想象腾挪，即摇身一变，变作那有来有去的模样，乒乓敲着锣，大踏步一直前来，竟撞至谢之洞。正欲看看动静，只闻得星星出语道：有来有事，你回来了。行者只得答应道：来了。星星道：快走，大王爷爷正在剥皮亭上等你回话呢。行者闻言拽开步，敲着锣进入前门里，看出原来是悬崖峭壁，石屋虚堂，左右有奇花瑶草，前后多古柏乔松。不觉又至二门之内，忽抬头见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，亭子中间有一张镶金的交椅，椅上端坐着一个魔王，真个生的恶相，但见他晃晃霞光升顶上，微微杀气迸胸前，口外獠牙排利刃，鬓边焦发放红烟，嘴上呲须如插剑，遍体昂毛似蝶毡，眼突铜铃七太岁，手持铁杵若摩天。行者见了，公然傲慢的妖精，更不寻一些儿礼法，调转脸朝着外，只管敲锣。妖王问道：你来了？行者不答，又问：有来有去，你来了？也不答应。妖王上前扯住道：你怎么到了家还筛锣？问之又不答，何也？行者把锣往地下一掼道：那什么何也何也，我说我不去，你却叫我去。行到那乡，只见无数的人马列成阵势，见了我就都叫拿妖精拿妖精，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进城去。见了那国王，国王便叫斩了。幸亏那两班谋士道：两家相争不斩来使，把我饶了。收了战书，
又押出城外，对军前打了30顺腿，放我来回话。他那里不久就要来此与你交战呢。妖王道：哦，这等说是你吃亏了，怪不得问你更不言语。却不是怎的，只为护城，所以不曾答应。妖王道：那里有多少人马？行者道：我也吓昏了，又吃他打怕了，哪里曾查他人马数目。只见那里森森兵器摆列着，弓箭刀枪甲羽衣，干戈剑戟并缨旗，飘枪月铲兜鍪铠，大斧团拍铁戟里，长闷棍短窝锤，钢叉冲炮及头盔，打扮的翁鞋护顶并胖袄，剪鞭袖弹与铜锤。那王听了笑道：啊哈哈哈哈，不打紧不打紧，似这般兵器一火皆空。你且去报与金圣娘娘得知，叫她莫恼。今早她听见我发狠要去战斗，她就眼泪汪汪的不干。你如今去说，那里人马骁勇，必然胜我，且宽他一时之心。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：哼，正中老孙之意。你看他偏是路熟，转过角门，穿过厅堂，那里边尽都是高堂大厦，更不似前边的模样。直到后面宫里，远见彩门壮丽，乃是金圣娘娘住处。直入里面看时，有两班妖狐妖鹿，一个个都装成美女之形，侍立左右。正中间坐着那个娘娘，手托着香腮，双眸滴泪，果然是玉容娇嫩，美貌妖娆，懒梳妆，散鬓堆压，怕打扮，钗环不戴，面无粉，冷淡的胭脂，发无油，蓬松了云鬓，努樱唇，紧咬银牙，皱额眉，泪烟星眼，一片心指意着诸子君王，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，诚然是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奄奄无语对东风。行者上前打了个问讯道：接惹。那娘娘道：这泼村怪十分无状，想我在那诸子国中与王同享荣华之时，那太师宰相见了就俯伏尘埃，不敢仰视，这也怪怎么叫声接惹，是哪里来的这般村泼。众侍婢上前道：太太息怒，他是大王爷爷心腹的小校，名唤有来有去，今早拆下战书的是他。娘娘听说忍怒问曰：你下战书可曾到诸子国界？行者道：哎，我持书直至城里，到于金銮殿面见君王，以讨回音来也。娘娘道：你面君，君有何言？行者道：那君王敌战之言与排兵布阵之事才与大王说了，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，有一句核心的话儿特来上禀，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。娘娘闻言喝退两班葫芦，行者掩上宫门，把脸一抹，现了本相，对娘娘道：你休怕我，我是东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国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，我师父是唐王玉帝唐三藏，我是他大徒弟孙悟空。因过你国倒换官文，见你君臣出榜招医，是我大师三折之功，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。排宴谢我，饮酒之间说出你被妖射来，我会降龙伏虎，特请我来捉怪救你回国。
那战败先锋是我，打死小妖也是我。我见他门外凶狂，是我变作有来有去模样，舍身到此与你通信。那娘娘听说，沉吟不语。行者取出宝串，双手奉上道：“你若不信，看此物何来。”娘娘一见垂泪，下座拜谢道：“长老，你果是救得我回朝，没齿不忘大恩啊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他那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件什么宝贝？”娘娘道：“哪里是甚宝贝，乃是三个金铃，他将头一个晃一晃，有300丈火光烧人；第二个晃一晃，有300丈烟光熏人；第三个晃一晃，有300丈黄沙迷人。烟火还不打紧，只是黄沙最毒，若钻入人鼻孔，就伤了性命。”行者道：“啊，厉害厉害，我曾惊着，打了2个喷嚏，却不知他的灵儿放在何处。”娘娘道：“他哪肯放下，只是带在腰间，行住坐卧再不离身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若有益于朱子国，还要相会国王，把那烦恼忧愁都且全解，使出个风流喜悦之容，与他续个夫妻之情，叫他把灵儿与你收住，待我取便偷了降了这妖怪，那时节好带你回去重携鸾凤，共享安宁也。”那娘娘一言，这行者还变作心腹小校，开了宫门，唤进左右侍婢。娘娘叫：“有来有去，快往前庭，请你大王来与他说话。”好行者应了一声，急至剥皮亭，对妖精道：“大王，圣宫娘娘有请。”妖王欢喜道：“嗯，哈哈哈哈，娘娘常时只骂，怎么今日有请？”行者道：“那娘娘问朱子国王之事，是我说他不要你了，他国中另服了皇后。”娘娘听说，故此没了响头，方才命我来奉请。妖王大喜道：“啊，哈哈哈，你却中用啊，待我剿除了他国，封你为个隋朝的太宰。”行者顺口谢恩，即与妖王来至后宫门首。那娘娘欢容迎接，就去用手相搀。那妖王惹惹而退道：“不敢不敢，多承娘娘下爱，我怕手疼，不敢相傍。”娘娘道：“大王请坐，我与你说。”妖王道：“有话但说不妨。”娘娘道：“我蒙大王乳爱，今已3年，未得共枕同寝，也是前世之缘，做了这场夫妻。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，不以夫妻相待。我想着当时在朱子国为后，外邦凡有进贡之宝，君看毕一定与后收之。你这里更无什么宝贝，左右穿的是貂裘，吃的是血食，哪曾见灵锦金珠，只一味铺皮盖毯，或者就有些宝贝，你因外我，也不叫我看见，也不与我收着。且如闻得你有3个铃的，想就是件宝贝，你怎么走也带着，坐也带着，你就拿与我收着，待你用时取出，未为不可。此也是做夫妻一场，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呀。如此不相托付，非外我而何？妖王大笑赔礼道：“娘娘怪的是，怪的是，宝贝在此，今日就当妇女收之。”便即接衣取宝。
行者在旁眼不转睛，看着那怪揭起两三层衣服，贴身带着三个灵儿。他解下来，将些棉花塞了口儿，把一块豹皮做一个包袱儿包了，递与娘娘道：“哎，物虽微贱，却要用心收藏，切不可摇晃着它。”娘娘接过手道：“我晓得，安在这妆台之上无人摇动，叫小的们安排酒来，我与大王交欢会喜，饮几杯儿。”众侍婢闻言，即铺排果菜，摆上些张八鹿兔之肉，将椰子酒斟来奉上。那娘娘做出妖娆之态，哄着精灵。孙行者在旁取势，但挨挨摸摸行进妆台，把三个金铃轻轻拿过，慢慢一步溜出宫门，径离洞府。到了剥皮亭前，无人住，展开豹皮福子看时，中间一个有茶盅大，两头两个有拳头大。他不知厉害，就把棉花扯了，只闻得当的一声响亮，咕嘟嘟地蹦出烟火黄沙，急收不住，满庭中轰轰火起，吓得那把门精怪一拥撞入后宫，惊动了妖王，慌忙叫去救火救火。出来看时，原来是有来有去拿了金铃儿呢。妖王上前喝道：“好贱奴，怎么偷了我的金铃宝贝，在此胡弄，叫拿来拿来。”那门前虎将、雄狮、豹头、彪帅、赖象、苍狼、乖张、狡兔、长蛇、大蟒、猩猩率众妖一齐攒簇。那行者慌了手脚，丢了金铃，现出本相，撤出金箍如意棒，撒开解数往前乱打。那妖王收了宝贝，传号令叫关了前门。众妖听了，关门的关门，打仗的打仗。那行者难得脱身，收了棒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吃苍蝇儿，钉在那无火处石壁上。众妖寻不见，报道：“大王，走了贼也，走了贼也。”妖王问：“可曾自门里走出去？”众妖都说：“前门紧锁牢栓在此，不曾走出。”妖王只说：“仔细搜寻。”有的取水泼火，有的仔细搜寻，更无踪迹。妖王怒道：“哼，是个什么贼子，好大胆，变作有来有去的模样进来见我回话，又跟在身边乘机盗我宝贝。早是不曾拿将出去，若拿出山头见了天风，怎生是好？”虎将上前道：“大王的洪福齐天，我等的气数不尽，故此知觉了。”雄狮上前道：“大王，这贼不是别人，定是那战败先锋的那个孙悟空，想必路上遇着有来有去，伤了性命，夺了黄旗、铜锣、牙牌，变作他的模样到此欺骗了大王爷。”妖王道：“正是正是，见得有理。”叫小的们仔细搜求房地，切莫开门放出走了。这才是个有分教，弄巧翻成拙，作耍却为真。毕竟不知孙行者怎么脱得妖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